生活的部分他都展现了他的专业。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亚麻达桑先生，他真的是他的手绘技巧太厉害了。那他这边除了我们这个叔叔佩桑先生，他这边有拿就是我们画师的这个手绘的草稿之外，也可以看到我们亚麻达桑先生他现在已经画到了大概三分之一的这个他的现场的作品。媒体朋友如果想要他们拿其他的这次的限量展品拿在手上的话也可以，他的展品 smile 好，我们要换另外一面拍吗？需要吗？好，这边看这边。对，左手边要把明川老师拍帅一点哦虽然他不靠脸，他本来就很帅，对，但是他是那个 camera face 好，看右手边，明川老师左手边再下，左手边好，我们先看左手边，好，等一下哦，不要动哦，看左手边。